现在钓鱼搭讪的时间又到了，开始。这公园里边有很多妹子、学生。哎，啊，这景色非常美的这条街。哦，看了没？看啊。开始找钓鱼。大家好，在越南九哥拿着国王财神酒，越南到处走。九哥财神酒让你桃花财运啥都有，重返青春十八初恋，让你红光又满面，财运围绕着你，桃花围绕着你，啊，硬如钢筋棍，山高腰椎、颈椎、风湿、尿酸、舒筋活血、通络、全身调理，喝一次就有效，一次最低半瓶，125毫升，35度。淘宝店铺九哥财神酒，年前活动继续，财神继续给大家送啊，然后你们去找就可以了，288，然后一瓶送半盒路边膏，两盒送一瓶，不是两瓶送一盒，三瓶送一盒半，四瓶送两盒，以此类推。然后今天呢，准备继续去找妹了，搭讪，然后也快离开这个城市了，也这两天嗨的也差不多了。好了，准备出发了，兄弟们。哇，这个是他妈咪名儿，这个是妹妹，妹妹。呀、yeah.。哇，得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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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妈咪也得不，他也得不，两个 baby 得不得不。Yeah. OK OK。两个人给你帮。Able 帮就对。20岁。嗯。还没哦，还没二十岁。哇哇哇哇。Yeah. 你有翻译器没？借我用一下。等、等。行、yeah. yeah. 不一定什么时候可以请你吃饭了。多这个给你。当我请你吃饭。OK给明儿安个 OK 拜拜兄弟们，这是极品的女孩啊，我刚才给了她妈200万，她妈不要，然后我又给她女儿了，我强制塞到她摩托车上，我走了，我说就请你们吃饭了，当请你们吃饭了，然后他们还要追我给我，不，哎呦我操，我这种啊，我绝对我二话不说，我直接要孩子要 baby 都，我要能整着这样的女的。是我来耿克这么久，真的是唯一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真的是太美太美了，联系方式加上了，这个我真的是我不知道说啥，激动死我了，超级激动，200万我觉得给少了，我直接给500万好了，我操，后悔了，我怕给太多人的合计不好，哎呦我的天哪，我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了，我希望他回到家能通过我们俩能聊天，然后明天。如果能约他们吃饭更他妈的好了，我会你看，如果明天如果他给我机会啊，你看九哥怎么做，如果明天给我机会，你看着绝对大惊喜，哎呀，要不给机会那也没办法了，好了不说了，继续在这个地方找妹儿吧，好吧，今天他这行业活动啥的，他们他这里好像今晚上能有唱歌跳舞的，这里建好了这个舞台了，毕竟兄弟们给你看看啊，他的头像啊，头像长得就这样的，长得这样啊，又白清纯啊，我小白衣服一穿啊，我真的是不想说啥了，兄弟们，我会抱着这个图片，抱着他的照片，抱着他的头像睡觉，今晚上哈哈哈，太逼了我的心呐，哇，这次的收获太必太好了，这种极品中的极品，20岁，应该在上学，我觉得，啊，有，哎呦，性感呀，哇 ，beautiful， 得不来 ，hello， 兄弟 ，yellow OK 吗？有 yellow 不了，咱们。Hello，
中国。有越南。新来呀，新来呀！干嘛？英语是没教。呀！逮捕！那个是哎，小叔，那个是他妈妈，应该好像啊。Yes. Wow. You, mommy. Yes. Wow. Beautiful, mommy, beautiful. Yeah. Beautiful. This is my younger sister.中队妈咪，中队不一定好看吗？不一样。哇，这个是妈咪姐儿，这个妹。呀。好，等一会。哇，妈咪也是等一会，还有等一会，两个 baby 等一会。OK。等一会高点腿。还没哦，还没二十岁。哦。你有翻译器没？借我用一下。哦，等等，太好了。你们要回家了吗？哦，它很高。你们住在哪里？等客。可以请你们吃饭吗？嗯，对。他要回家。OK。亚楼暖 ，OK。OK。亚楼。拜。太棒了，我靠！无敌了。真的是，哇！我靠，这么漂亮。这是我们在耿特认识最漂亮的女孩了。对，最漂亮。让你家就行了。好，走，继续去其他地方看一下。好酷了！天哪！太让我心动了，这么急。你有空你可以把它约出来。极品中的极品。对，我没走，看走眼了。我没看走眼。我去了。太漂亮了，这个真的是太漂亮了。我怎么？他妈也在这里啊！我们走吧，他不好意思，我们走。他不好意思。我操！他妈的，我操！这我要整个时候，去你妈二话不说，我直接要孩子了。我操！这种级别的，他这好像一个什么手机游戏，好像是。哦，他们打比赛的。现在往上面走，情人桥。上情人桥。又来到了这个广场啊，这里看着没，这小妹妹，哎呀，一把在跟他妈来的，这里有很多这个拍摄的一些东西，看没？拍摄的这些散销的什么玩意儿吧？他们拍的。继续搭讪啊！刚才搭讪一个腿儿不错的，腿儿比较好的一个，但脸差一点。我是奔腿儿去的，他腿儿白，有肉，不胖不瘦，正正好好，啊，刚好可以搞啊。饿了，吃点东西。他这里全是卖一些小吃的，各种小吃。小妹妹。卖这个法棍的，人挺多。这边走吧，卖蛋的。哎呀，就是没有中国小吃。福寿螺。这水果，这全是吃的，但是家家卖的差不多，没有啥特好的好的小吃，
家家都一个样子。这都是跟妈妈出来的，这是炸这个炸丸儿。这是开始排队了，堵上了。表面挺白净，这个胳膊滑溜的，哎呦，给蹭了一下，挺滑溜，真滑溜。家家都一个样子，不知道吃点啥，还是排队吗？还是能好吃，我觉得。最终选了半天小卖铺，然后选择的这家，点的这个，吃的这个，跟海鲜汤差不多，啊，这好像还有猪脑，好像是，他们，还有袋儿，安全袋儿，嗯，加点辣椒，加点这个辣椒油，嗯，感受一下味道怎么样啊？没辣椒吃着没灵魂，味道可以，嗯，不错。Okay, but guys, I'm gonna tell them to be damn good in the ass. I'm gonna see the bar tonight. Go eat there. Cause you make me feel like I'm gonna like that.冒酒问这爱的话就生动 MTV 呀你给我钱吗 ？I love you， 我都是你的。对，我都是你的，我的钱都是你的，你是我老婆，你还要什么钱？别了。我老婆不要，我老婆不要，I want to see that wrist ring on, and now let me see your hands on this girl. I'm done. See me, got down here, but let's go.哎，就是这样。哎 ，OK。阿东哥，今天你们要发有高必火，能火不？这视频。我 OK 吗？OK， 我啊，拿两口干杯，也灌醉过。你好，我是谁？老公。老公。老公。老公，我爱你。我爱你。你还能活多少天？我也爱我的老婆。没有美颜的。
还有好伤心。我还爸爸。我也爱我的老婆。老婆。我也爱你。他为了我学很多中文呢，兄弟们。喝多了啊，他喝多了，我也没少喝。黄牛喝起来。现在国王酒还有这些，老婆，帮我 ，OK， 帮我，这是 OK 了。啊，你好，帮我，帮我。Oh my god！哇，我喝醉了，我喝醉了。再帮我倒一把，我喝醉了。啊。喊我老婆漂不漂亮？叫老公。我不可以，我的老婆。我你都靓嘢咯。哎，仲有搵俾佢。啊。这是 OK。你好。No。I love you. OK. 就倒霉喝杯 OK 了。冒牛这个。对，这个对。他一点点喝杯 OK 了。OK 了。我跟谁喝呀？我自己喝吧。你帮我，黄牛喝起来。兄弟们，现在完事了，走喽，368万多呀！哦，你看都吃了啥，喝了啥，这些东西，哎呦。